哎呀，那个是倒一条啊来，那唔不符。无啦，啊，今天这个做比点啊啦。哎，啊，你着做小心啦。啊，伊甲伊哦，啊甲因翁哦拢总有误会啦。啊，所以哦，而且是出外人暂时来住伫咱的租厝。啥物啊？你从哪里抓住倒人住？无啦，我无你听我讲啦。啊，因着出外人吼，啊，暂时来住伫咱遮，我无甲收厝租啦。嘿嘿，对啦，诶，哥伯啊，哦，你害啊，做人偌好个了，因为啊，伊讲是好朋友啦，啊，对吼。我无咧问你啦。 困难呐、啊！哎，这个即间厝吼，哦，好大啦，你要生气啦！无咧，甲你讲，啊嗨呀！你是来真过分哦！无经过官婆的同意哦，啊，就将即间租厝借互人住。你也知影哦，咱即间租厝哦是租清朝的团来，一块砖一片遐，都是古董。就是讲，这个草啊，这个花根，就是阮清朝的定来啊。即嘛，你借外人来咧吞呾，即嘛草啊，甲打牌哦，看你对组织要来交代。 国博啊，嗯，其实吼，我也无跟你几岁啊，免叫阿海清楚。这位女士啊，啊拄啊吼，啊恁阿海啊，伫咧讲，你嘛应该有听啊。啊，阮都阿海啊朋友啊，对啦，虽然讲是外人无毋对啦，哎呀，毋过你放心啦，阮吼一定会保护你即个大厝，啊无可能哦去甲你吞搭啦。啊，拄则你讲遐话吼。 敢若有较过分啦吼！我结婚，啊恁嘞？哎呦，你啊看麦，一个是装啊敢若狐狸精的啦，啊到这个装啊丧家的，看麦啊，安尼阮阿海哦，这么有气质的人啊，啊走到这什么朋友啊？我讲，你听我讲，你莫生气啦吼！我这么什么拢听袂落去啊，即嘛马上叫人家搬走。嗯，袂啦，我讲。哎，下。 你讲啥是狐狸精啊？你讲我无先看看你家己啊！啊，规身躯哦，哎呦，挂在咧金钢墙上滚！哎呦，这么长啊！这金珠哦，看有几个？哎呦，啊这金花莲哦是倒去哪哈？哎呦，哎呀啊，玻璃做的啦！啊，规身躯哦，歹到遐尼多哦，敢若收太阳底下的布袂香呢。 啊！你即嘛讲啥？你即嘛咧甲我讲啥话？安怎？我安怎？袂用的哦！我来讲，我今仔日是看讲哦，你是海阿的姑婆哦，啊若无吼，我就。